感谢三位精彩的演出，下面请欣赏下一个节目《神马都是浮云》，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这个尽快啊！哟，送菜的。水果啊，嗯，哎呦，可了不得了，谢谢，谢谢，谢，还给我一个人送的水果，摆在那边就是于老师的了啊，挡你们不挡，看得见吗？没问题吧？啊，看不见，看不见，看不见吧？因为我这瞧着挡不着你们啊，谢谢啊，来就来，干嘛要花钱呢？真是，你也不知我爱吃不爱吃的，嗨，说过多少次了，直接把钱给我。您什么人性啊？嚯、哦，这两位这是买去了哦，换座。开箱了，嗯，我怎么觉得刚封箱就开箱了呢？没歇几天啊，嗯，也没法歇。大年二十七在这儿封箱，嗯，然后二十八、二十九回家归着归着，嗯，打三十家里来一万多人串门。初一、初二、初三就天津演出，嗯，初三、初四。初五回来，初六就开箱了。是，我就这个命啊啊！但是也挺好，嗯，没有别的手艺，说相声，大伙儿能喜欢听、嗯，特别的开心。新年新气象，嗯，郭德纲、于谦代表德云社给各位拜年了，嗯，新年快乐，谢谢各位的支持，谢谢，过年好。小孩们喜欢过年哦，岁数大了就这么回事儿，嗯哼。那会儿来说穿新衣服啊、吃好吃的，对，现在对我们来说没这个概念，不盼着这个了，小时候盼着给红包，嗯啊，给钱十块二十块，对，乐得跟什么似的，那就不少了。那天后台才聊天的，嗯，他们家亲戚多，人多，一到春节对于谦来说收获的季节到了。家里来了朋友，来了亲戚，谦儿呢都找我，这这这这又长个了，嗯，掏出来给呀。啊、碎钱，我净弄点零钱了，合着还挨句骂。您这把这连起来说成不成啊？又来人了啊！给呀！哎哎哎，碎钱！哎对，下来怎么那么寸？来一结巴呢？你这再来一结巴？他也会说话啊！啊，给您拜年。嗯。恭喜发财，红包拿来，哎，哦，这就要红包，哎呀，日进斗金，哦，财源广进，都好听的，说点吉祥话，大人开心高兴，是，中国人好研究这个，嗯，每句话都能带吉祥话，是吗？一团和气，哦，和和二仙，是，三阳开泰，好词儿，四季平安，多好，五仙过海，对，六六大顺，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等会儿别说了，五仙过海啊。对，还对呢，八仙过海，您这还差三仙呢。那三仙春运没买着票，哎，嗨，没过来，这位堵在火车站裸奔呢。哎，这就说这意思吧。啊啊，希望大伙儿开心，嗯，快乐是新年新气象。对，我们俩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是的，当然了，水平有限，能力一般。嗯，中国说相声里边能人辈出。对，不是说叫郭德纲啊如何如何好，不是啊。哦，我太了解自己了。嗯，我也很一般。是吗？你们这么捧我，其实说句良心话，嗯，不是我多大能耐，哦，就是同行的衬托，就是、哎呀、天哪，我都说了些什么。您要再这么说下去，再过年就没有一万多人给您拜年去了。好吧。我们要抱着向同行们学习的心态。那倒是，自古常言说得好，嗯，山外青山，楼外青楼。哎，那么在哎呀呀呀，我们这个行业里，这叫什么行业呀？这是怎么了？山外青山，楼外楼，楼外有青楼。哎，您喜欢这地方是怎么的？别瞎说啊！不是，就是楼外楼，是这么原话是吧？对呀、啊，我说那个说错了。对啊。山外青山，楼外楼。哎，能人背后有人弄。对啊，不对了呀，
怎么那么乱呢？您这个怎么又不对了？多新鲜，可不是不对了吗？能人背后有能人，能。哎，您这不是找弄呢吗？这不是。不是，这都是老话，就是有能人，这不是我编出来的，这就是您编出来的。这能人背后，这怎么是我编出来的？那字典上有，字典上有能人背后有能人，人是这么说的。能人背后有能人弄吗？有没有能人？有能人啊。那这有能人让人弄是吗？哎，这没有，您别盼着这个，不让弄了啊，不让弄啊。什么不让弄？新年新气象，不让弄了。就是有能人，要不说这就文化的差异呢。啊，我再多念两年书，我就不至于说错话。那倒是，其实我也念过书。哦，后台好几个人跟我都同学。是吗？啊，有几个大学生，侯震、高峰。哦啊，我们都同学啊，一块儿上的学。哦，我们一块儿买的文凭。哎，这叫什么同学呀？您这是？这都算一届的吧？这什么一届的？一块儿借钱买的文凭。哎呀。啊，这个实不怎么样，您这个反正愿意好，水平有限。平时没事我也好写东西哦，但是人跟人没法比啊，是吗？一瞧于老师写东西，我这赶紧撕，不至于，您太你瞧，青楼里的能人，哎，这我俩还都站着，我不是，就是你有学问，没有什么学问，有时候在网上写点东西哦，大伙都于老师写的好，顶你，嗨，顶死你，哎。解恨来了，这几位真好，那个文笔啊，很像司马迁。哦，写《史记》的那位。嗯啊，品质像郑和，这都是综合素质，您就是东方不败。哎嗨、嗯，哎，一个正经人都没有，您说的这，你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叫没正经人？您给我解释解释，怎么叫正经人吗？好，我们另起一行，好不好？哎，这重说了。我们下一个话题，好不好？下一个话题，您别说这个。我没说这，我是说您写东西比我强。没有的话，文笔比我强，我也写东西跟您这没法比。嗯，您写出来那叫诗。哦，我这个写完顺口溜。您客气了，你看看您有作品吗？就是顺口溜呗。您给我们大伙念一念，我们也欣赏欣赏。大过年的，你不找事？这有什么可找事？啊，咱们听一听啊。谢谢吧，嗯，你们各位也是看出病的不怕病大，嗯，我有一新作品叫八盼，八盼，对，八样盼，哦，那您说一说，念一念，大家给批评指正，客气，数九隆冬盼春光，好，三更半夜盼朝阳，嗯，花容月貌盼大款，嗯。闲散的二奶盼流氓，嗨，夜读的豺狼盼女鬼，嗯，单身的老头盼大娘，哎呀，演戏盼着能得奖，嗯，说相声盼着死同行，哎呀，别说了，哎呀，这个水平倒是不敢恭维，您这实话倒是。这是随便写一写啊，客气，没有个人的恩怨感情色彩在里面的。是啊，就是为凑这折，那不错，写的不错。嗯，但是跟于老师没法比。您客气，因为什么？说相声第一说的是文化，哦，素质这方面啊，不，素质是第二位了。哦，第一是文化，文化您占了。嗯，素质您也比我强。您客气啊，真的，于老师这方面确实是，这个这是一个很高雅的人，还高雅的呢。我要向你学习。嗯，没有，真的。舍得一身剐，要把低俗变高雅。啊，哪儿有这么句话呀？向于老师学习。我们玩的那个，我没事弄几块竹板，呱唧呱唧玩这个。唱快板啊！人家小提琴啊，那西洋乐这两样，你说虽然说这两者之间差着十多块钱啊，但是啊，不是，不止十多块钱，又涨了。我什么涨了呀？啊、小提琴呢，一抄起来好几千好几万。没买过，您这个通下水道那就能改，知道吗？你看，你看看，看见了吗？人家比咱强，人家瞧不起咱。什么瞧不起？这点我服。这不是钱的事儿，跟于老比不了。人家打小提琴打多好，说实在。打小提琴，我砸了他了，是怎么着？那个，叫什么？这个动作怎么那么勒他吗？什么勒他？弄小提琴，这动作叫什么？拉小提琴呢？对对、啊，
拉小提琴。对呀、啊，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这好话到他嘴里都别扭，知道吗？不是我捧您茶去，真的啊！你要说跟世界级的，咱不能说啊。咱们眼前这些，反正有史以来拉的最好的。你给大伙解释一下，啊、你是不是拉的最好的、啊？那我好也没好过两天半去，嗯。怎么呢？那就看吃什么了呗。谦虚，还客气呢。谦虚，这是谦虚的事儿吗？就人家弄的就，哎呀，咱比不了。这，所以说您的素质您又占了。嗯，这时候于老师为什么好？这是这两大原因啊。嗯，没有那么客气。但实话，第三啊，第三，说相声得有好体力，身体还得好。你像这晚上演出，嗯，一会儿出了一趟，一会儿出了一趟，嗯，这一站好几十分钟。是，您别说站着说相声，你要家里没事啊，你找一旮旯自个儿站会儿。嗯。也站不住，你站半个钟头，你试试也累，这得好体力。嗯，这方面我又不如他，怎么您又不行、啊？人家天天锻炼呢。哎，我倒是喜欢运动，早晨六点于老师就起床了。嗯，到健身房啊拉皮条去啊。我上健身房拉皮条去，咱不懂，这没买卖了这个。什么拉皮条啊？就是那个锻炼，这个啊，那叫健身器呀、啊，那个。就是锻炼吗？啊，锻炼的健身丰胸的那个是吧？您要不锻炼不知道，您就别瞎说啊！这就叫健身器，我也不懂。咱实话实说，啊、我看他我都瘆得慌，一天到晚老锻炼去。那是啊，跑步跑得快着呢。啊，我三条腿跑是吧？干嘛呀？哎，这一条腿后跟着。哎，瘸子是怎么着？这干嘛非得这？我想学你，你看我连跑步都学不会。你不用学啊，我这老拐了着走。你我老看着，好家伙，一会儿一圈，一会儿一圈啊。他回来了，来帮个忙，啊，帮个忙，咱一块儿。这我就别，我就跑不了。嗯，我不，你帮个忙，帮个忙。怎么帮忙？给我一个塑料的一个盘子。您现在收听到的栏目由喜马拉雅和德云社共同出品，欢迎您继续收听。这咱不懂啊！嗯，啊，干嘛呀？你这模式不懂吗？咱真不懂，咱得请教。嗯，这干嘛是？哎，这别哆嗦了，你说话就说话呗。于老师乐了。嗯，扔，啊，纳闷 啊，扔，哎，他这儿，扔，就别讲，什么模样啊？这是，咱不明，扔就扔吧，啊、扔吧，唰，啊，日，你再看他，哗哗哗，哎呀，怎么好了这个？他说好准。不是你这还后边还真不错，是拿手接着的。不是，我是没有这么长那个。哎，其实是咬着啊，没有这么跑。我往外蹬，不撒嘴啊，不撒嘴，是吧？没规矩，老扔这个没意思啊。我试试包子吧，怎么试包子？来一包子，啪！哦，谦儿哥，咵咵咵咵咵，又咬着了，回来了。嗯，我很诧异，怎么呢？不应该回来呀，把这包子打开了。嗯，哦，白菜的，素的，我再试一茴香的。啪，咵咵咵咵，又吃了。韭菜鸡蛋，这都不行啊，都试完了。是是，最后再来一个啊，啊，不行拉倒了。啪，跟着出去，半个钟头都没回来。哦，肉的，我是狗啊，是怎么着？肉包子打狗一去不回头，别瞎说，谁瞎说了你？锻炼锻炼身体，这是锻炼吗？锻炼身体，跑啊！哎，我俩前腿就放下行不行？咱直立行走成啊，比不了。哦，你让我这么跑受不了是吗？我顶多我打个台球吧。哦，打台球我还凑合。哦，台球行。上学那会儿就逃学，是吗？背个书包马路边台球案子，马路边上玩那个去。玩的好吗？还行吧。哦。反没比赛过，但是边边大呢，哥几个都夸我，夸您什么？他说打台球还行，哦，能跟那个世界的大师相提并论。嚯、哦，他们说我是台球界的杜蕾斯。哦，
当然了，我要您别胡说八道，别我努力，别努力了，努力也进不去球了。您这个，我都没听明白。哎，您没听明白就别胡说八道了。怎么着？台球界的戴维斯那是大师。我说了呢，您说是杜蕾斯啊？什么意思？啊，就是一个进得去球，一个进不去球。真让人后怕。我们换一个话题吧。哎，对，这么半天净换话题了。这个播不了。谁让你播了？啊，好吧，好吧，说这不行，来不了。啊，还有足球，大运动。哎呀，愁死我了。嗯，大人小孩都看足球。是啊，没事还净出去踢去，好看好看。我怎么就不感兴趣呢？不喜欢。他是真爱这个。那我是没事跟孩子出去踢去，锻炼嘛。啊，但是他这个岁数了，上了场，你知道多愣？怎么呢？有时没事，大伙一块玩，他跟着过，怼这个怼那个的，就是这种运动，是不是他？但你这个不专业，怎么呢？专业人家不能老怼人，这撞人呐。就是要不净犯错误呢。啊，上场十分钟。弄两张黄盘下来了啊！我上场买毛片去了是怎么？哎呀，瞎说八道！废话，我弄两张黄盘下来了。比赛有规矩，有黄盘，有红盘。黄盘红盘知道吗？这走小折，这有必要这么讲究吗？多新鲜呐！你要不走小折，我拘留了这玩意儿。哦，好吧，嗯，黄盘盘对。我不懂，您别笑话，外行。您这是学他们家对球倒是都了解，都喜欢。他父亲也喜欢球，是。我记得去年世界杯那会儿，还好多人上家问他爸爸：“嗯，您看看今儿谁能赢啊？”哦，我纳闷他怎么会知道呢？他有经验呢。他们家后院啊有俩水池子，今晚上谁跟谁踢？嗯，比如这边是巴西，哦，这边是荷兰建业队、哦、啊。那么没听说过，我荷兰建业队啊，应该呢就是荷兰队，建业那是河南的，知道吗？不是一回事，不两码事。哦，我还说河南可以都是外援啊。啊，这嗨，您不懂。比如说这边是西班牙、啊、这边是什么巴西，甭管是哪儿吧，啊，这俩写俩牌哦，扔水池子里边、哦、看他爸爸往哪边跳。嗯，我爸爸叫保罗是吗？您说那是章鱼那个？咱不懂啊，不明白啊。您明白的很。老头给我讲足球怎么回事？哦，哪踢得好，哪踢得不好？是谁的教练？如何如何？咱一听，哎呦，他是真明白，如数家珍。我得慢慢来啊。是，你先给我讲亚洲谁踢得好？小范围呢？说亚洲韩国还是不错的。哎，近几年是不错。我一听这话靠谱。怎么呢？韩国是挺好的。怎么好？有句话说的对吗？嗯，世界是我们的，世界也是你们的，世界早晚是韩国人的啊！哪有这么句话呀？韩国人说过，凡是那个好的、露脸的，都是韩国人发明的，是吗？书法啊，韩国人发明的书法。嗯，如来佛，韩国人发明的啊。上帝，嚯、哦，韩国人发明的啊。孔圣人，哎呦，韩国人发明的。或者还都是韩国人发明的、嗯、对，那中国人发明什么了？中国人发明的韩国人啊。反正不太懂吧，尽量多学点。这么解释刚才说的啊，嗯、啊、文化、哦、素质、体育，哦啊，这三者不可少。那是做演员必须要有。嗯，第四个，嗯，要求时尚。哦，还得时尚。相声演员与时俱进，应该的，不能陈旧。嗯，这方面您做得太好。我又强啊。哎呀，经常是走在时代的前沿，应该做的。听他说话就听得出来。嗯，没有说人家不知道的事儿。哦，全懂。就拿年前来说，年前这俩月改了好几回名字了。我都改什么名字呀？于给力。啊，这是新词儿。于神马。神马？于浮云。嚯、哦！于我了个去！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我也太不会起名字了吧！我时尚，这太时尚过了。出去演出去都带着饭啊，拿饭盒，大饭盒、小饭盒，哦、带着饭带着菜。嗯，人家不叫饭盒，我便当。
啊，那倒是，外边就是那些年跟港台的影视圈拍戏学的。哎，对啊，大饭盒好，人家便当是到后台这个打开，哎，你看我这大饭盒菜，嗯，小饭盒饭，对，他也嫌呗，嗯，我这大便当菜，小便当饭，哎嗨，哎呀，我这倒是干稀搭配了，我这，哎，看你吃饭有点恶心，废话。我看你说话有点恶心，有史以来吃的最好的。哎，我吃不下去了，这就啊，说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语言上来说啊，很时尚。我再讲究点吧，啊、穿着打扮也是如此。怎么呢？上台了，你看穿着衣服，嗯，演出的传统服装是大褂。到了后台，于老师全脱了之后，那不一样的状态。那就不一样，是不一样，这太寒碜了吧？这个，就换着自己的服装，你会觉得这个人怎么这么潮啊？啊，那倒是，都是牌子，是吗？西装内连生的啊，没听说过、啊、西装内连生的呀？不懂这个，就是哪里啊？不懂，反正穿这穿都牌子，还有那是弄一夹克，俩人背靠背，啊，靠人的是靠，背靠背靠人的那叫那叫什么？卡帕，多可怕啊！可怕干嘛？小背心儿、啊，华伦天毒的，哎，我多堵心的慌 啊！拿那包，嗯，都是那个小星星、小碎花，对，哎呦喂的，啊，知道吗？哎呦喂的呀，你就知道多贵了。怎么呢？一看这牌，哎呦喂，哎哈，这牌子是下出来的，是怎么、啊？什么什么都得是名牌啊！啊，前两天感冒了，嗯，我给点药吃吧，是不吃。不是同仁堂的不吃啊，得吃那个地道药，讲究感冒就上同仁堂，对，买两瓶益母草膏回来，哎，感冒了吃益母草膏，喝三天感冒好了，那行，胡子也都掉了，哎，这我要变是吗？我说你要再喝三天呢，你就能报幕了，那我就别喝了，那就吃药讲究啊，吃饭更讲究了，饭吃羊肉，嗯，必须是东来顺的，那是正宗。包子啊，狗不理的最好啊，鸭子嗯、啊，全聚德的讲究了，鸡、啊、天上人间的啊，我对过那个胡同有个王大爷卖的最好，我是奔王大爷去的吗？我是我干嘛非拿那儿当坐标啊？这是这四点要素您都占了啊，还有几句忠告，于老师要能做到，你就红遍天下。您说说我听听。第一，嗯。我们这行有一规矩啊，欺负老别欺负小，仔细讲讲。来老艺术家骂你，哦，这要95了，嗯，该还嘴还嘴，该打架打架，骂他没关系。哎，那个岁数没事，哦，别惹30来岁的。哦，就是您这岁数的是吧？啊，还嗯呢，还。你想这个道理啊？嗯。啊，我弄不过你，我就不干了。哦，我忍10年。嗯。我出来40多，正当年，那会儿你在盒里了。啊，就死了！哎，所以记住这一点啊。哦，这个不要欺负小，欺老别欺小。对对对，这是一点，记得住吗？哎呦，我记住。我找人给你纹身写着吗？啊，这不用，啊，不用。您说第二条。哎，这是第一、嗯，第二条来说，嗯，要能忍，忍，忍字头上一把刀，忍得过去是英豪。哦，凡事先忍。嗯，走小胡同，对过来个狗，你非跟他抢，嗯、他准咬了你。那是，让他先过去。让狗过去不丢人、哦、那当然每一个人都有吃屎的时候嗯，记住了嗯，只要不嚼就行哎嗨哎呀您这这是我经验之谈你啊我这些年、哦、我这些年我就是一个裤衩啊嗯，什么屁都得接着哎嗨啊您还没遇上那大小便失禁的那是有史以来拉的最好别老提这，别说这么肮脏。你说的吗？这不是。这是第二点，一共四点吗？啊，第三叫勇敢，啊，勇敢，这行是斗闯。是，我不服，我尊敬你说尊敬你，但是你吓死我不行。哦，哎，勇于 PK。哦，这是一个外来语，还别、嗯、不懂别瞎说。PK 怎么不是外来语？这是方言土语，河北省以及天津，包括北京的部分地区还是讲。哦、PK 并不是外来语，怎么会是天津话 PK 它就是你看几句话说不清楚吧什么意思勇敢淘气的意思怎么能是这种小孩淘气哎呀嗯，这个小 PK 嗯、哦、不要多问了没用 啊, 啊你心里明白就好了那好好好这是前三点得勇敢哎，第四是最主要的嗯，收徒弟长住了眼就行了啊
就成功了，你就谢谢您的提醒啊，这也不叫什么啊，哦，哪棵树不掉树叶是吧？是我做到这些我就成了，您就红了。哎呦，还红了，红遍天下哦，国内国外都会请你演出的。那我就去呀，哪儿都能请啊，是吗？国内不用说了，各大城市都有你。上国外，国外泰国啊，嗯，泰国请于老师啊，泰国。哎呦，于老师在哪儿了？啊啊，哦，这手什么手势这是？就哎呀，这就是于老师，来吧，哎，要砍我是怎么着？不是，就是咱不懂外国人这意思，请您去。还有别的国家？越南。我怎么净上这地方？离得近呢，长途车就回来了。长途车呢，我不累死吗？这个缅甸。哎呦，哎，仰光。我不如上云南待会儿去，我啊，河内。哦，河内你能多待些日子？还是越南？哎，河内待十天。十天，十天后你就飘上来了啊。那不是河内，那是河里，我淹死了。您这么一说，不是就说你就了不起了，我就红了，哪儿都能去。我去点好地方，那您就上品了啊。比如说维也纳金色大厅，这地方不错。哎呀，有一天于谦老师啊，维也纳金色大厅开一个人的相声专场，这可好啊！世界一流的艺术家，没错。奥地利的首都叫维也纳，对，那有一金色大厅。嗯，人说那个地方空气中都带着音乐，多好啊！一流的艺术家都要在这儿演出，是，你会成功的。我谢谢您。那时你就站在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嗯，给全世界人说相声。对，有一个小忠告，怎么？别站着桌子里边了，捧哏，站到外面来逗哏。同样说相声都一样，不一样？怎么不一样？站在里边，你那个翻译不干。跟翻译有什么关系、啊、你想到那儿说相声他有翻译 啊， 啊，一个负责逗哏的，一个负责捧哏的啊，他站这边说一半，那翻译急了，怎么了？不干了。为什么？人家那边叨叨叨叨叨说半天，我这一句啊，人家半天我这一句啊，我这一句还没整词儿，哦哦 yes 哦 yes， 我这给毛片配音呢啊，去。